有真侪贵宾拢反映讲，你们发的红包，空的红包袋我们已经装完了，所以搁算了啦，这个节目，赶紧，咱秘书处的咱这同事，紧搁补充红包落啊吼，因为这原来是歌王，咱特别来介绍国家实验研究院、国家太空中心的资深研究员陈彦生陈教授。原来足侪人，逐年拢传好要来听伊唱歌。啊，伊吼不但唱台湾歌，嘛唱英语歌。赶紧，我来欢迎陈教授。啊，教授，你看我对你有好无？特别甲大家讲，红包落啊啦，已经用完嘞，赶紧搁再补充。多谢你啦。唔是啦，啊，等你第一等啦。你等下像做教授安尼，像陈教授安尼，等只等啦，对无？教授吼，像一个上届好诶，即个真诶。嘿，对嘿。来叫我来做。中场拢甲等啦。来，啊，头一条要唱诶歌，真有意义，对无？甲阮介绍一下好无？咱台湾吼，咱每一个人，大家拢咧就是拢咧受一个真侪稳定。我想台湾搁未来吼。有那是真需要真侪稳定，所以讲上天会搁再继续帮助咱，咱大家要有信心，继续落去，台湾会搁飞搁较悬，飞搁较悬。感谢，感谢，欢迎陈教授头一条歌 ，You Rise Me Up。但是你唱
解尔。但到时过来要唱台湾歌，头拄仔其实咱听真侪好听的歌，包含陈怡清教授唱的《人客要求》，也是头拄仔咱周天王教授唱的《星星在五心》，拢是文夏老师所唱的歌。台湾因有这个歌，感动台湾人。伫咧上困难的环境内底，咱会去体会讲啊，搁有歌声咧甲咱做伴。台湾文化来甲咱提醒，来甲咱启示，咱甲外来统治者是无相共。所以，陈教授搁上来为咱演唱。台湾永远是咱心肝内红粉的故乡。这条歌大家拢要唱，大家做伙唱。谢谢，多谢。是啦，啊，哦，这边啊，够有吼，感谢，谢谢，多谢。
来到时候你有看无？真正走太空的速度真紧，感谢。啊，各界好朋友，所有的贵宾，提醒一下，大声就是大家帮忙包真热情，大教会真感谢。啊，若需要空的红包篓啊，两边咱秘书处的同仁拢也搁有吼，手头拢也搁有空的红包篓啊，尽量交代。啊，不过今仔日大家一定爱用餐用到让伊欢喜。但阮到最后一出菜，因为大教会真生意，较等下我们分迄个内底有诶红包落来要互大家抽奖。啊，听讲中奖率相当诶悬吼，无100%，一定我有50%，即我讲诶。那无影你甲找我，安尼对啦吼。所以等下有大奖要互大家坐伫咧家己诶位顶头就会使抽哦。大家一定爱等，一定爱用到最后一出菜，抽到大奖了才通转去哦。啊，搁有第二嘛，甲大家特别搁介绍一下，台湾第一个本土的电视台，民视即卖开发台湾第一个本土的视频 4G 线上影视，你用手机啊现搜寻，看伊内底免费的往来凤梨直击台，就会当看到现主持台教会咱舞台头前所有节目的演出，迄台卡面啊就是咧做直播，所以你听我行去到遐讲阿母啊，我上电视啊。啊！若拄仔有唱歌的莫言老师唔免吼，拄仔已经上电视啊。4G 线上影视，手机啊，即摆提出来吹，你得咱看到，甲你厝里的人，甲恁某讲讲，我确实有来，甲恁翁讲讲，我无出去后边佚佗。你看 4G 线上影视，凤梨直击台就看得到我，我拢去甲我某安尼讲吼，所以手机啊提出来吹就看得到。赶紧来，搁上来，哦，真正精彩。原来是当年足侪人拢要来听伊唱歌。中央大学资讯工程学的名誉教授张信杰张教授，哦，张教授，你今年原来要搁唱家己写的歌对无？有，真正的拄仔唱演技也无够会，今伊要唱家己写的歌啦，欢迎张信杰张教授，欢迎。